损卖掉的，你这价格肯定远。我跟你说，你晓得现在行情不好，这种玩意儿真的说实话，化工也不是很冷好，你晓得不？你说一下。其实只买两个。你说一下。一千多，一千多不敢。可以。哦，一千多块钱。是真的，真的，一千多，千多不敢卖，兄弟。绝对你放心，我跟你说。那个是千多我不敢卖，千多。我现在不就只买两个了嘛？你晓得不？那些都是配盘，晓得不？那些都是配盘，你就是两个娃，就是两个娃儿。你卖一下嘛，如果实在不行，我就说你早早辞职，一千多我再给你减低。你相信我，我只要给我价出来就常年做数。我也给你市场价格，其实就只买两个，那几个甚至是就是百一百块钱之内。只要一说，大家都对了，就懂了。那买了两只，其实那所有的三只都是百倍之内一只的，你卖两倍、三倍都卖不起，那就伤了。不是五千二，五千零了左右，他四千，五千二都敢卖，有一个。那个都是玉米底，这个是顺治的，顺治，但你们说简单点儿，顺治，风格都强，顺治跟他一样，顺治还比他一样早点儿。他那个化工是典型顺治的化工，为啥子是顺治的化工就是？